米肠，软软糯糯的啊，回家给它简单蒸一下就可以了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，100四包，给你们包邮。妈妈，饿了的时候整一根啊，妈妈一根就饱了。干啥，姑娘？我找到一个秋叶的扣子。啥玩意儿？扣子。香辣大肠，给你们来个声控的啊。回家以后想吃，如果想要跟我这一样的效果，你要是煎就多煎一会儿，你要是有空气炸锅，20分钟200度啊。想吃的香辣大肠，好烫手，刚出锅的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，98两包，14/63包啊。香辣味儿，瘦瘦的大肠。这大肠比较细。我觉得海盗的字写的挺不错，可是我一点都看不懂。海盗写的很清楚啊，我跟别箭头。想吃大肠的，下方小黄车去拍啊。98两包，14/63包。大肠的第二个线索，百度线索形状物。二分。已经找到这个箭头了。佩奇找到下一个线索，钥匙。干得好，佩奇！现在只要找到那个被锁住的宝藏，用钥匙打开它。空心儿无油拉丝大肠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啊，98两包，14/63包啊，然后都是给你们包邮了，直接去下单就行。圈圈肠，好烫，爆汁了。我这是蒸的啊，可以煎可以蒸，妈吃这玩意儿都吃胳膊上了。来个火大的，这个整的火有点太大了。干吗？不单单是酥了，而是干巴了。想吃大肠的啊，下方小黄车去拍。98两包，14/63包。辣椒。秒个米肠，看看啊，超级糯，超级软，非常好吃。拍好几个段子了，给我辣的淌鼻涕了。大肠。空心无油拉丝大肠啊、哦，特别好吃。想吃的下方小黄车去拍，98两包，14/63包啊、哦。